法大禅师念法华经念了3000部，法华经很长，一天顶多念一部，3000部要10年的，念了10年没开悟啊，有傲慢习气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，就值得骄傲。念过3000部法华经，法华经念得倒背如流啊，到慧能大师那里请教，见面吗？这是后学吗？给老师顶礼三拜，老师看得很清楚，拜的时候头没着地，这就是傲慢的习气，礼拜头不着地，起来的时候问他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他就说了，他读过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能大师就问他，《法华》你讲些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他反过来向慧能大师请教，慧能大师，这个经我没听过，我也不认识字啊，你既然念到3000部了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念到方便品，能大师说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他有这种本事才能参学给他讲，他开悟了，再拜头着地了，这没话说了。净宗是怎样修清净心的？远离一切染法，远离一切染污，修清净心容易啊。密法里头是不离这个境界修清净心，这个难呐。那不是容易事情啊！他那个净是真净，我们这离开了清净，接触之后未必清净啊。所以人家是真清净啊，迷是佛法里面上上乘法啊，不学这个法门就不能成佛，非修不可。什么时候修呢？初地以上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三贤位的菩萨还修贤教啊。他在学校念书，他是博士班的，你的硕士班毕业才能够修博士班。如果你不是这个程度，你修密麻烦大了啊！最后会到哪里去呢？会到阿鼻地狱啊！这个是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那么密宗在我们这个世界最低的程度是原教初住啊，也就是说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你接触任何境界都不动摇了，都不会受干扰了，就像善财童子53参啊，那我们老师为什么限制很严？什么都不准看，都不准听，都不准去学，怕什么？怕受干扰。啊，你们有定性。啊，见猪你就吃，见墨你就黑，那怎么行啊？啊，猪墨摆在面前，你尽量接近，是丝毫不沾染。那个功夫才能学啊，才能出去参学啊。所以参学是有条件的，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去参学，不可以啊。啊，你看善财童子参学，他是在文殊菩萨会上明心见性的。
那就是得根本智，那就是见性，啊，就是大彻大悟，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“般若无知”啊，根本智是无知，啊，从无知起用起作用啊，就是厚德智。他这个参学是成就他的厚德智，厚德智是无所不知。啊，你自己必须到无知的时候，你才能去参学，啊，才去成就厚德智。那我们没有德根本智，我去学不行吗？那你要去，佛对你也没办法，你就去吧。你能学到东西吗？你所学的全是错误的知见，没有一个是正确的知见，啊，是正知正见，这个我们敢讲，通通学错了。必须到清净心当中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你接触的时候才是真智慧，佛智佛见。啊，你没有到这个程度啊，你到外面任何地方去参学，学的都是邪知邪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邪，你心里的会起心动念，会分别执着，啊，所以正法都变成邪法了。那个得根本智的人是说，他没有知见，没有知见就叫正知正见。啊，他没有邪见呢，他不迷呀，啊，所以他一接触的时候，完全跟自性相应，啊，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。啊，一接触就明白，眼看就明白了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啊，你像慧能大师给我们所实现的，我们想想行不行？啊，人家没有学过《法华经》，啊，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啊，法大禅师念《法华经》念了3000部，《法华经》很长，一天顶多念一部。3000部要10年的，啊，念了10年没开悟啊，啊，有傲慢习气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啊，就值得骄傲，啊，他念过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念得倒背如流啊。啊，到慧能大师那里请教，啊，见面吗？这是后学吗？给老师顶礼三拜，啊，老师看得很清楚，拜的时候头没着地，啊，这就是傲慢的习气，啊，礼拜头不着地，起来的时候问他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他就说了，他读过3000部《法华经》。啊，能大师就问他，《法华经》你讲些什么？他说不出来。啊，他反过来向慧能大师请教，慧能大师，这个经我没听过，我也不认识字。啊，你既然念到3000部了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28品，他念到第二品，念到方便品。能大师说，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他有这种本事才能参学啊。啊，给他讲。他开悟了，再拜头着地了，这没话说了。啊，
这个参学要有这个本事才行啊，没这个本事不能参学啊，你参什么？你反复啊。啊，所以善财童子在华严经给我们表演那个参学的条件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没有见性不能离开老师啊，离开老师问题就来了啊，你会受染污，你会变成这个邪知邪见，你会堕落啊，所以老师是好意不让你出去啊，要跟在身边的啊，谁才有机会开悟？老实人呐、啊，跟定老师，老师不害我，自以为聪明的人，他不听的。啊，他觉得你这个老师不错，还有比你高明的。那你这里不准我学，人家那边广修多闻呐。有，古今中外都有这种人。啊，他离开这个老师，另外去找个老师，完了。也被说完了啊，所以善知识确实是难求啊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，找不到了啊，唯一的一个方法呢，找古人，古人可靠啊，古人说经教我们学华严经啊，找清凉大师，找李长者，他们对华严经有详细注解啊，经我们念不懂啊，我们看注解，就是听他开导，一遍不懂十遍，十遍不懂百遍。如果您能把华严经疏钞念一百遍，可不可能开悟啊？非常可能。一百遍你的心定了，所以先得三昧啊，清净心得到了，你把你那些烦恼习气啊，这个知见习气啊，通通都念掉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智慧就能开悟啊，这真的也都不骗人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